谁踢个桶过来？你要玩游戏吗？什么鬼？后面门怎么开了？啊，镜子里的门开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Gmo 的上面的恐怖地图啊，这张地图的名叫做恐怖洋房。那么这张地图的灵感呢，是来自于面容啊，就是那个有点像寂静岭 PT 的那个游戏啊。那么这边好像是有一些规则的啊，它这个规则上面写的居然没有手电筒，然后走进这个门就开始了啊。那么就这个样子，如果大家喜欢 Gmo 的上面的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点赞，给留下一个三连。如果你也有一些 Gmo 的上好玩的地图的话，你也可以告诉我啊。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吧，希望这个游戏不会太黑呀、啊。这真的很黑，朋友们。我走这里是对的吗？哦，进来了。不是，没有手电筒也太黑了吧？哦哦，有灯，有灯，吓死我！哎，把灯开开啊！吓死谁 ？OK， 地下室需要钥匙。哦呦，开开了！哎，这跟面容的那个一样哎，格局完全一致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刚开了这扇门而已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应该真的给我配一个手电筒的，或者给我一个打火机也行啊。捡起钥匙，我捡到了钥匙吗？我捡到了地下室的钥匙，好像是的。Oh no， 这怎么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，哎，哦哟，谁踢个桶过来？你要玩游戏吗？哇靠！什么东西啊？手电筒有没有？求求你给一个吧！我绷不住了。这边可以上去。这……哦，这是哪里呢？这是刚才那个地方吗？哦，拿到那个锁链的钥匙了。这边好像是通的吧，是不是？这是我家吗？哦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家。哦，是这里，就三个锁。哦，解了一个，还需要再找两把锁是吧？那，我靠！别，完了！哇、哦，完了，我自己人都看不见了。什么鬼？后面门怎么开了？啊，镜子里的门开了。啊，麻了麻了，钥匙。啊，受不了了。做的还挺那个。还好。还有他这个开关是非常非常好变。刚才那什么东西，有人在这是吧？刚才啊，哦，这边就一个电视，这么黑啊，这底下是亮的。这是来到了那个浴室。哇，我谢谢你啊！哦，我谢谢你，真的，我谢谢你。灯都没了，给我个蜡烛。这个灯能不能拿？哦Nice， 保险丝少一个，搞我是吧？拿着灯走。哎，等会，这个有荧光的。这是标记吗？来，灯，有灯，问题不大。这个门是啊！哎呦，你大爷！
哎，钥匙。哎，我动不了。他就在我后面是吧？哦，我被卡住了，不是我动不了了。一把古老的钥匙，应该是开楼下的门的。这啥呀？斧头？哦，这里。完了，你别登。哎，这光我真的是很无语。好，砍掉，进。好，有个女鬼。耶、yeah! ！不讲话。喂。不理我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别，桌上有没有东西？找到保险丝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他不会过来追我，他居然不来追我，我笑了。走了。哇，这怎么那么黑？真搞不懂了。哎，哦，还好没有把我的这个灯笼丢掉，不然就看不见了。我感觉他这张地图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他没有手电筒真的很傻，我只能说只能给他一分。这又是哪里？ Give me the light。 哦，把灯放这，搞了半天我拿这个灯是放这里的。啊！你谁？保险箱？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？干嘛？哇！不敢动，感觉有怪不要来了。哇，死亡倒计时！我去！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能开吗？哇！完了，他来了，是要准备跑了。到哪个门？哇！这个门。哦，我懂了。我给他灯光，他现在知道灯光有人来了，他要来了。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啊、哦？出来！哇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帮他一把算了。你给倒着开呀、啊！我在这，快跑！哇！啊！哦，好了，没事，都冲上去，哈哈哈！完了呀！哦，这里，蹲下！哦，好，没事了！哦，保命成功！这边是电梯，然后这边还是那个保险箱，没有用的，打不开的，电梯吧。哦，这开了。这能开吗？直接啊，这样能开？我又捡起了一把锁的钥匙。好，这是第二把。你看，这么算的话，还差一把。这电梯应该能带我回去。呀！关门的，关门了！哇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啊，绝对故意的。这个作者，非得等他来面前了才给我关这个电梯。我去。好的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可以进了吗？不是，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。我们四处看一看，什么声音 ？What？ 我怎么过？哦，我从这边可以绕过去。这怎么有个暗门呢？啊？哎！什么东西？哎，来了，这是个笼子哦。哇，这个女尸手上有把钥匙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
但关键是我怎么拿？他活了，他活了怎么办？这是地牢，他活了怎么办？这里开了，先走这里，这是个地堡。好，还有这地方很亮，不怕。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先走。有点慌的，有点小慌张。哦，我懂了，他要解锁他那个笼子，一层一层的把它解锁掉。哎，你看，应该是有个两三层吧，对，把它解锁掉。好，我真怕他，等会我解锁第三个，他那个笼子一打开，他人没了。啊，应该不会这么恶心吧？哎，这个这么简单吗？这个啊，拉先拉，我先往回走一走。好，我求你安分的待在那儿，我拿完钥匙我就走了，你别给我来什么那种，怎么还有一层？哦，没了，别走。好，哦，他还在呢。好的，姐姐，我拿完钥匙就走，姐姐。他不见了，我靠，他不见了，我把他放出来了。完了，我不是，我放你出来，你还要这么搞我吗，姐姐？哎，这个地方不是，哦，我要从这里出去，他那个门口给我封死了，所以我往另外的门出去。好，啊，都给我关住了，那我怎么走？这里呢？这里是开着的。这里到了，还好这边是单路。完了，这什么情况 ？Stay in the light。哦，它藏在黑暗中，我们待在灯光下就好了。这边很亮，这有什么东西？好，火柴盒。啊，怎么点火柴？哦，我懂了，它在黑暗中，我们要点蜡烛。是吧？你有病吧？那边还有灯光，冲吧！哦 ，nice！ 出门再找找啊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有吗？那边有一个。哎，好了，点了，还有吗？楼下看到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漂亮极了，冲！哎，漂亮！我就问你漂不漂亮？漂亮！拿到最后一把钥匙，开门，秘密即将揭开，还想搞我？不存在，我开了。怎么刚才开不开？出来了，这是外面的世界，哇，亮很多，有个断桥，哇，外面的世界精致多了，我感觉。OK， 桥被断了吧？应该不会啊。哎，什么？怎么了？上吊这个人，哎，到了。我盲猜，感觉又要绕回去，好像没有绕回去，出来了。哦，真这不对，这房子这……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窗可以开啊。进来了，哇，窗可以开，漂亮。行，找一下有没有破门的东西，九把斧头，好的。那我们还是要从窗户跳进去啊，翻进去啊。好的 ，OK， 真费劲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么豪华的地方，这是现实吧？这是现实，朋友们，我的天哪！我怎么回忆涌上心头？这是我上班的地方，
感觉。你看他在慢慢回忆，哇塞，放了那么多酒，开车喝酒是吧？喝了那么多酒，啊，出车祸了。这里感觉像是医院啊，右边那个应该是我妻子，我妻子在那场车祸中死了，因为我，所以我应该是在那场车祸中活下来了，导致我们主角精神崩溃了。哎，这边才是现实啊！哇哦，这张地图结束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总体来说呢，这张地图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好吧，完成度也挺高的，就是有一点太恶心了，没有手电筒啊，真的是太难受了，玩起来。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吧，也不算特别特别的黑，有这种开灯啊，它可以开关啊。好的，那么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抢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